战天下爆发力饮品大概多久了呢？使用了大概两年的时间。在比起未使用前爆发力产品，对于在哪一部分有效果？使用爆发力上面，对于训练后的修复比较有感觉。是否有降低酸痛程度？隔天的酸痛程度对我来说降低了很多。那你知道它对于肌肉损伤的修复呢？我知道。口感是否能接受？可以，而且有点带有梅子味。你认为没使用对于比赛跟训练是否有影响呢？会有一定的差别，而且对肌肉上的酸痛程度会有很大的不一样。肌无负担精油对于运动后的酸痛是否有明显的改善？有，尤其是肌肉酸痛造成的骨骼上的一些小疼痛都会有一些差别。第二天的酸痛程度有降低吗？有。一号精油降低酸痛程度及肌肉放松效果如何？一号精油的放松效果让我觉得非常的满意，而且平常自己在家里也会做按摩的动作。多半使用在哪个部位？多半使用在大腿跟背部的部分。所有赞助品中，你觉得帮助最大的是哪一项产品？那是哪种帮助呢？感觉上是一号的精油肌无负担会让我的肌肉修复跟骨头的酸痛程度降低。